最好的捕手接得住先发投手的每一颗变化球，我们是不是先能够把双手牵起来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手牵手，心连心。各位，全场超过80,000名的乡亲，台上就是未来要给我们台湾2350万人共同带来幸福的执政团队，县市长、议长以及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，这样的阵容坚不坚强？强！强不强？强！我们民主要制衡，政党要轮替，心有多大，愿有多大，喊出来就能够实现。双手举起来，下着雨我们不怕，因为苦日子太久了，再21天就能翻转。民主要制衡，政党要轮替，大家一起来。民主要制衡，政党要轮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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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欢迎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侯友宜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非常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今日的天气这么冷，外口风雨，一直在落。大家在这已经坐了2点多钟，有的人下晡2点就来咧等啊，等到今嘛，还阁困伫遮。咱听到足感动，足感动的。入来到这个时阵，大家拢无离开。我看到咱全体自主席的带领，本区韩国瑜的带领，以及我的副总统，甲所管事的管事长，以及甲议长，大家拢个个徛伫遮。我伫遮先甲咱头前人民上大的。上伟大支持我，疼惜咱中华民国，咱台湾的所有人民，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感谢大家，加油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总统好。雨那么大，我知道大家有信心，我很感动，但我绝对不会掉眼泪，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赢回来中华民国，好不好？好，赢回对台湾的使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这两天啊，回南部，对我的故乡出发。我的家己管走走，我到今日对高雄回来。人讲南部什么热甲出鸟，我真正看无呢。我回来的时阵，吼，家己铺子、民用、东石，包括水上，我沿路吼车队咧扫街，我安尼行过，安尼甲比比比 ，OK。哦，大家吼、哦，足侪对店内底冲出来，啊，人车窗摇落来，比 OK。刷咧楼顶的阿妈，妈阿咧甲咱比 OK。伊拢讲一句：“哎呦，咱支持万事拢 OK， 人民就好，大家 OK 对不对？”对。
唔哪安尼，我看到无分党派的人，拢甲我撞出来，不管伊是啥物党，南部人情义相挺以外，南部人是看到政党做无好，伊要叫伊落台，伊期待要落台的声音，等七年外。所以有媒体咧问我一句话，讲你是来南部拔庄呢？你南部去哪来拔庄呢？我讲无，我唔是来拔庄，我是来听人民的声音，人民的期待，就是政党轮替期待，对无？对。是我要和人民大家念条条白做伙，和国民党、和赵少康、和在场所有的国民党。上优秀的干部，大家喊，大家念做伙，迎回中华民国，政党轮替，改变一切，改变一切。因咧讲三件代志，因有够讨厌的。因讲要爱一个青年的政府。迄天我伫政见发表会，赖清德讲一句话，伊讲伊的弊案拢查过啊。六十几件的高端拢无代志，啊！我真正吼，唔是我听袂落，总出来甲我讲，哎、欸，长啊长啊，你还敢听会落？听会落袂？啊，无你封存三十年是要创啥？伊讲超市啊嘛无代志啊，啊，进口的鸡蛋的问题伫底？伊拢从民众甲放袂记的款，民众用我会记的，民众袂使问伊哦。那像李大学生也一问伊，伊讲对一件，对一件，对一件。这种政府不但让包庇犯罪，让贪污的结果，搁继续我行嘞。咱政府的道义啊，人民完全对政府失去信心，这是上大的期待，我政府对无？因第二件上惊啥？伊讲哦。恁爸吼参加过二战，拜托，迄个年纪，咱出世的战火婴儿潮，阮这个时阵，迄阵真艰苦，但是咱拢无爱看到迄个岁月再过来，咱希望咱的岁月愈行愈好。那像阮爸甲我讲的一句话尔，你得爱比我较出团，你一定爱比我较好，咱这代得爱后一代比咱较好，结果呢？咱后一代人既然要面对战争的风险，民进党两岸化到即马，无爱沟通，无爱面对，即马变成全世界上关心的兵凶战危的所在。所以因反对民进党是因的囡仔，无爱去上战场，对不对？伊阁甲我讲第三件代志。伊讲哦，即摆巴肚过会饱啦。咱赵副总统咧问候咱志华干部问候了，你食饱未？免问啊啦，是啊免问啊。日子歹过歹过，欠长内多，囡仔都无法度过生活，痛苦十年的身高啦，经济成长十四年的身价啦，厝买袂起，何处是我家？看看无一间阮兜的厝啦。即种政府。让人民失望，让无人民期待，嘛是爱我啦，对无？对。起码咱要叫伊活暗吼。头拄啊，咱邵光雄嘛讲啊真清楚啊，民进党执政无半步，选举全后步，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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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无什么招啦。四年前，我们国语市长咧选总统。伊是安怎叫人拍败？你敢知？伊咧一个抗中保台，啊就惨啊啦！今日咱也协调，咱要伫只阿好啊啦，咱食饱饱过好日子啊！伊都一个抗中保台，啊即嘛咧，连我含所有国民党，伊都甲抹咧，佮同款用这个抗中保台的方式，佮或者阮叫做红派啦，这够有道理，这够有道理。啊！好。我伫故乡，足济老的拢从细汉看我大汉，足济我的同学，伊讲哈，你这都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，
你就像标准的在这土生土长，哎呀，民众都甲出一个像咧爱台湾啊，对一个像你安尼穿衫咧，拄出去唔惊生死，含歹人相见，尚捌参加抗战过，遐个人拢用嘴咧讲的啦，你用生命咧讲台湾啦、啊，你这种的会讲起背叛台湾，那是不可能的啦，所以不要来说卖台，不要来说煽动，对不对？迄阵讲信件说明会，讲一句话，我真正我听袂落。伊讲中华民国是神话啊！我真正听无呢。伊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，那讲中华民国是神话，鄙视我们自己的国家。难怪我问他，你要不要放弃台独？你要不要冻结你的台独党纲，或是放弃你的台独党范？一句话都不应我，伊在讲中华民国是神话，鄙视中华民国，看不起中华民国宪法，这种人值得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吗？这值得？我讲我足清楚的，我一世人一直保护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甲我饲大汉的妈妈。我什么拢无，今仔起来舞台是恁花的，国家花的，我最好就徛在这个所在。所以我爱我妈妈，当养育大汉的妈妈。我死嘛爱拼，我较艰苦嘛爱吞，欠侮辱嘛爱忍耐，袂使受气的。咱一切为着这个土地人，为着咱的中华民国，为着咱台湾。所以讲一句话，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。台湾是我的事，我一定用咱的实力确保和平，把咱的国防军备自我防卫能力提升，保咱台湾对不对？对。我嘛用对话好好交流，大家增进来理解，互相重启两岸的对话交流，把咱两岸会当稳定下来，卖阁用迄个乌鲁木齐某阿个招。套在我侯友宜，套在咱国民党所有的人的心腹上，这个叫做意识形态的操弄。人民是有智慧人来判断的，这个代志绝对袂使发生，对不对？对。含抹抹的说嘞，佫无招啊，佫我含乌金勾结，阿嘛真奇怪。我会记赖清德做立委的时阵。伊当面公开甲我学了哦，伊讲我是伊看过嫉恶如仇、扫黑除暴英雄。啊，即马咧选，大家斗阵咧选。啊，煞来甲我讲，我含乌金徛做伙，我这人做代志真清楚，对事不对人，唔对就唔对，该处理就爱处理。该对人好，咱就爱对人好；对好人爱如好，对歹人爱如歹。偌清都唔是啊！人啊讲因了乌金，伊就结戆结戆，当作无听好了了。赖清德纵容新潮流，就是同流合污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流合污。是嘛吼？因后边个条目吼，搁调去吼，搁做去吼。这些犯罪不能查，让侯友宜、赵少康来动算，阮成立新的特侦组，一件一件甲丢出来，一件一件甲毒虫甲扫出来，绝对无放伊上，好无？好。我本来已经足公平的人，上犯法都共款，唔是干呐要办民进党，上加官商勾结。欺骗人民，我能办，这才是对。台湾需要团结，台湾不是要对立、分化、甲冲突，所以办啊一定要公平、公开、阁公正对待所有人。拼经济中间，先来解决一个问题。因为老百姓面拢问我一句话：，即卖经济产业上好的产业是啥？你敢知？诈骗产业蓬勃发展。一年起三成啦，哇，不得了嘞！经济成长率才 1.42%， 好，伊一年就起三成，一年民众用骗的上少700亿。我来做，
把我骗愈多，我把他关愈久，绝对无放这人过，好不好？赞啊！好，赞啊！咱我乌我乌金经济爱拼，我一定让咱全世界和台湾做经济朋友，不是跟两岸经济来往。我也要和全世界印太地区大家都能到底做好朋友。侯友宜的名字起得还真好，友谊友谊，见过跟全世界跟我们友好的友邦伸出友谊的手，让我们区域经济贸易能够当枪，能够国际化，好不好？好。咱经济发展，老的我来讲，65岁以上排付的健保免费，80岁以上巴士量表取消，啊！咧薪水咧，甲加落，企业甲减税，年轻的人，咱的学贷免利息，买厝1500万免投资款，囡仔0到12岁，咱来饲，国家来顾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友谊，公告，一定含赵少康变阿狗，含所有立委，拢会挺做伙，含县市长。都会合作的到平平，不是像他们选起来，我说一人他们做一人，他看大看的是书还在笑了，他说台中捷运的蓝线延伸到南投，休半波没人插，选起来我一休，如小的一休，是书一休，要做了啦，现在要欠一条绿线的，要欠一条黄爱梅绿线的，我再休，再休，再休，把黄爱梅一条绿线的给你们，你们给你因就是要做一个所有执政主分难易，我要做总统，绝对人民的总统，平民的总统，不分难易，地方所需要的，我来给做到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你要拜托大家，三票三票，三合三票，总统跳头山，做你的靠山三号。咱来换台湾，换新衫，人民有好康。总统票一定爱投三，咱区域立委迄票，恁那个支持者一定爱调，国会才发到八票。国民党半区，咱韩先生、韩市长带领的，高雄国民党那个投嘞，和半区人愈来愈多，这三票拜托大家。咱好康贝，加多替大家问题，咱来完成，大家寄望，咱来解决，好不？好。大家问题，咱来解决，大家帮帮忙，咱来完成。青年的政府，繁荣的经济，两岸的和平，高和三和，好康贝，办事 OK， 办事 OK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准备。来，总统，跟我们副总统、主席手牵起来。还有我们后面所有不分区立委，我们的立委候选人，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旗子举起来，剩下21天，最后一里路，我们全力支持侯康沛，好不好？好。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，友宜友宜友宜当选当选当选，立委全雷达，立委全雷达，立委全雷达，立委立委立委全雷达全雷达全雷达，国民党要胜利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胜利胜利胜利，各位好朋友，最后一里路。我们把手机手电筒打开来，坚持到最后一里路，把侯友宜、赵少康送进总统府。各位时段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电话给炮开，咱要坚持，照着咱子孙一条幸福的道路，咱要坚持。照着台湾一条和平的道路，咱要坚持照着贪污的人的真面目啦！来，咱们坚持。
担心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。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